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，原神 4.5 版本诸境演练无量极战攻略。这期带来 4.5 诸境演练无量极战的视频攻略。首先我们打开地图，然后来到墨北酒馆，然后再来到小娃子这里进行诸境演练挑战。我们先打一下这个第一关，牌子的话在左下角，夏里、费剑、克莱。等下调好牌组之后，就直接继续挑战。这里对手环没有要求，夏里出战，一刻都不想多挡。这里需要塞个火头子，塞个雷头子。夏里释放雨树赛季，开锅了，开锅了。然后接到飞线，你的命运已成为我掌间之师。释放雨树赛季，现身吧，老师。最后回合结束，这里我们需要两个雷头子，费切尔普通攻击，再次普通攻击，最后回合结束。这里我们需要四个雷头子，费切尔释放雨树爆发，一如小姐所愿。哎，再普通攻击。最后回合结束，这里我们需要一个火头子，小姐，这里效率出战，一刻都不想多挡，普通攻击。最后回合结束，好的，这关我们就打完了，咱们下关见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